这是真实的故事，在古代，就是我们说是佛陀的年代，真的，佛陀里边有很多的故事，非常感人。所以很多人说，我们过去啊，在印度2500年之前也没有佛教的呀。佛教当时到了古印度，也是受到很多人的排挤的呀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大家都要学。有一个叫啊沙遮尼见的婆罗门的一个长老，他们当时呢都是什么教什么教啊，没有佛教。那么号称呢，他当时呢，在当地呢是最有智慧的人，他的门下有500个弟子，哇，已经很多了，500个弟子。他嘲笑所有天下人，说他们呢都没有啊，这个没有这个文化。他经常呢在腹部啊挂一块铜牌，金属牌，在马路上昂首阔步的走。有人问他，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，长老？他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呵呵，我的智慧呀，爆满了，现在都流出来了。如果我不把这块牌子放在这里，那流出来不要糟糕吗？智慧都是流出来的啊，那流出来了。”他听说。我告诉你们，台长就是比你们幸运啊，我现在在讲这个故事，嘿嘿，连佛陀都在听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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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全部知道。所以有时候你们要懂啊，佛陀挺好玩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到天上去之后，观世音菩萨、佛陀啊，还有阿弥陀佛啊，啊，包括啊那个地藏王菩萨，他们都很谦卑的，他们都有个性，都很谦卑。实际上你们想一想，如果我们今天在天上这样坐着，其实你们都是菩萨，都是很多都是佛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的，就包括济公活佛都是这样。我赶快讲下去了。他听说就是释迦牟尼佛世尊呢，到处去教化众生，去帮人家演说，名扬四海，心生嫉妒和恐慌啊，他很害怕，就对弟子们表示，他说现在有一个名叫曲昙的和尚，实际上当时说佛陀名字叫曲昙，这个字很难写的，就是两个木啊，下面一个啊，像准确的准没有两点啊，啊，那个的和尚自称是佛，他说佛陀，人家真的是佛，他说自称是佛，我想去找他，向他请教高深微妙的理论，我要让他哑口无言，好好的屈辱他一番。你看，屈辱他一番，他果然率领了一群弟子，很多浩浩荡荡来到紫远精舍。其实过去没有庙，都是精舍啊，一个房间啦，佛陀在那里讲啦，就是精舍。但是呢，他从老远还没到精舍的时候，他已经看见精舍里边闪闪发光，啊，光芒四射。他知道这位人不得了啊，不是一般的人。他惊喜交加，这种人是有修的啦，也是有修。你别看他功高我慢，他是有修。他呢内心非常的震撼，他忍不住呢就进去了。进去之后呢，他看见释迦牟尼佛就跪下来向他敬礼了。哎呀，佛陀马上看见他，说来来来，请坐。他急忙站起来说，啊，佛陀，我想提出一连串的问题。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，啊，还没叫他佛陀了，就提出来这问题。他说，道是什么？智是什么？厉害吧？长老是什么？正道是什么？积善去恶是什么？修行者是什么？人名是什么？人就是仁爱的人，名就是啊光明的名，就是明心见性的名。怎么才是适合正确的道理？守戒是什么？如果你现在能够马上回答我，我就拜您为师。你看他一下子讲什么？佛听了不慌不忙的啊，
回答他说，啊，这个贤者好学，真心诚意的去修行，唯有怀抱珍贵的智慧，才叫真正的教道。唯纵有辩才，不算智者，无所畏惧，专心遵守善行的人，才叫做真正的智者。两个问题了。没办法，你们听不懂也假装鼓掌，所以我感觉到鼓掌的人不多了，鼓不出来了，听不懂啊。但是我要跟你们解释的话，我要解释很长时间了，听得懂吗？我先把这个故事讲完吧，好吧。第三个问题，年纪虽大也不能做长老，突然衰老，毛发斑白，多半只是愚人的同类，唯有心怀真理，仁慈深厚，内心平静，通情达理，聪明俊杰，才是真正的长老。佛陀继续回答他的问题，纵使貌美如花，但言语不正，贪然而多虚饰，就是虚伪的装饰，言行会违背正义，迎除恶逆的根源。有智慧而不怒，才是真正的修行。落发未生，不撒谎，不贪取，才能迈向去恶之道。接下来回答下一个问题，内心平静又悠然，才是真正的出家人。脱薄而现修行者，要放弃邪行，淡泊名利，去除罪孽，潜修静行，密会明朗，破除恶行，才是真正的修行者。你看法师都听得懂，你们在后面跟着瞎鼓掌，稍微解释一个，密会明朗，明白了吗？密就是讲内心，会就是讲你的慧根，明就是明心见性，朗就是完全暴露，完全看得到。实际上就是佛陀就是说，要能够心中的内心的最根本的本源里出来的佛性流露的人，才是真正的修行者呀。佛陀继续讲，口里说得好，而内心不清净，外表也没有仁明净行啊，就是没有仁慈和明白的干净的行为，内心无为，举止牵连清廉，内外俱净，才是坚正的人民之事。什么意思？坚正是什么意思？说一个人呐，如果是很正的人，他的肩膀一定正的。如果一个人的肩膀这么歪的，你说人会正吗？所以佛陀讲才是坚正，就是肩膀正，这个人正，人民就是仁义道德非常明心见性的聪明的啊，有智慧的人士啊。继续啊，佛陀讲，营救天下苍生，博爱而不损人，才是真正的有道之士。好好的奉行法义，不枉费口舌，增广见闻，努力学习，身体力行，持志坚决，守道不失，才是真正的守戒人士啊。
这位婆罗门的长老和他的500名弟子听闻佛陀的一番教义之后，无不心悦诚服，高傲之心消除，即可成为真正的出家人。后来萨遮尼见跟热心修佛道，在一群菩萨行行列里颇有地位，他们的门徒也都证得了阿罗汉。解释一下，就是我们学佛人讲的是无心啊。一个人呢，要修到最后，觉得我没有做好事，没有做善事，连这个意念都没了，就叫无心。因为你做出来的一定是菩萨，菩萨已经忘记自己是菩萨，但是他的行为出来就是佛，就是菩萨，所以他根本用不着哦，我是菩萨，我要受戒，不是的。他做出来就是菩萨的事，所以忘我无心，对人间的一切他看破看透，就是不会再去留恋和挂碍。